谢谢谢谢，哎呦，我的快递来了啊！刚才是烧饼跟曹鹤阳，对，小哥俩是我俩徒弟啊。是，然后这个让他们俩人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嗯，换上我们俩人来了。哦，这个地方叫新加坡。哎，前两年还没少过来，这是第二次到，第二次来演出啊。嗯，然后楼上楼下来这么些人看我们来，是特别的开心。哎。我看着最后一排离着我们得有一站地。哦，嗨，没有那么远。你们是没有钱买头里的吗？嗨，这叫什么话你？没有这么聊天的，你这坐了哪儿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就是，但是上面头里这排要注意安全啊！啊，他们要是喊闹，你们别跟着掺和。不，为什么呀？你要掉下来底下得补票。哎，这嗨，咱们说点正经的行不行？今年其实演出很少。是我人为的控制了一下。是吗？去年演的太多了。哎，正好是我们大庆，去年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。对，5000人以上的演出我们演了111场。嗯，5000人以下的演出整个德云社演了3000多场。是，我说这不能再演了。嗯，因为去年这一年把中国相声界150年来的演出全演遍了。对，我说再演再敬业的话会死人的，受不了了。所以到今年年初安排演出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们的演出部门，哦，能休息就休息。哎，咱们也需要一个踏踏实实的搞创作，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时间。对，反思一下。虽然各位这么捧我们，但是在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。都是谁呀？会有的啊。这还什么叫会有的？会有的。嗯，今年上半年好像就演了一场日本东京。嗯，一出东京羽田机场我都感动了。怎么呢？大批的观众打着横幅那儿迎接我。说什么呀？欢迎郭德纲来日。哎呵，哎哎，说明还很年轻。这跟年轻没关系。我们俩分两批去的。对，不一个日子。过了几天于老才去，出机场嗯也有这个待遇。这都是迎羽田来日。唯一的区别就是，嗯，接他的都是男的。哎，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我去的比他早几天，嗯，因为正好我小儿子也没事儿，就带着他去玩。哦，到那个就是米老鼠的那个比基尼公园到。我其实原来弄他上香港看，香港那公园地方不大吧？嗯，香港那个小，日本那比基尼大。哪儿有比基尼公园？什么？那叫迪斯尼乐园，啊，迪斯尼乐园。对，嗯，反正上半年就演了这么一场，嗯，其他的时间就待着吧，嗯，岁数也大了，是，到春节我都30岁了，嗯，你亏心了，虚岁，嗯，没听说过，哪有虚这么多岁的。一晃在舞台上干了好些年了啊，实话实说，嗯，也没有别的手艺，是就会说相声。嗯，我们俩合作有小半辈子，可真的啊，要没有谦儿哥我早就红了。嗯啊，好，我一直这搅和来着，合着没有您可不行啊。您客气，都说相声是艺术。是啊，艺术两个字怎么解释？这还能解释吗？艺说的是人的能耐，术是把能耐卖出去。哦，这是个手段。有艺有术，嗯，才叫艺术。哦，啊，说这个能卖票未必是好演员，嗯，不能卖票肯定不是好演员。这倒有道理。来一说相声，哎呀，我这么好那么好，我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，嗯，完事你说听我一段3分钱，观众扭头就走了，呵，你就不要再站在那儿说话了。嗯，
为了你值得花钱，这是观众一个最基本的底线，这是认可呀。我们这行最大特点就是先学吃饭，后学养家。嗯，什么叫先学吃饭呢？是啊，站在台上，你比如烧饼，嗯，有这么大的孩子，哦，他得先指着这行能吃上饭，哦，得挣着钱。可能说那个节目未必多么的文雅，哦，未必多么让您觉得每句话都对，嗯，但是他得先活着。活到一定程度了，嗯，要提升品位，哦，要上品，要上档次了，但这得慢慢来。嗯，无淤泥焉有荷花，对，这都是辩证的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哦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你瞧，越说越来劲，你这，哎，嗯，全场好几千人了，嗯，得把你们提升到一个位置上。哦，调整到一个频率，这是最难的事情。确实是。哎呀，特别雅。嗯，你雅得过昆曲吗？哎，昆曲是真雅呀。清朝末年的时候，赶考的举子要听昆曲，得捧着《康熙词典》。哎呦，一句唱词四个典故，这是都得翻遍了才能明白引经据典什么意思。嗯，太雅了，是就没人买票了。哦。没人看了呀，累一天了，看个戏还得带着一车字典，嗨，谁跟你受那个罪去了？哦，曲高和寡，雅到极致不风流，是太雅了，一定会被人抛弃，就不听了。太俗也不行，太俗怎么不行啊？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，嗯啊，没有人看，这是。这新加坡的观众怎么这个素质啊？这我也不脱，谁脱上台脱裤子像话吗？相声是干什么用的？对我来说是吃饭的手艺，嗯，对您来说就是哈哈一乐的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就好，图个乐。你不必指着说听完相声之后决定你后半生怎么生存。哎呦，不至于。那你现在的人生也太失败了啊！是不是？嗯，当然也真有人说了，我就爱听那个不笑的相声。不笑的相声，哎呀，这段相声听完之后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笑，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个好人了。嗨，这都是拔牙的时候伤了前列腺了。好家伙，这牙根长得太深了。这个你说这个玩意儿咱们伺候不了他呀。是，这是伺候不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得试试中医看看。嗨，嗯，什么都没用了，能不能调理调理啊？听相声不要想得太复杂，嗯，一听一乐，嗯，出了这个门一定要把它忘掉。哦，不记着。你不要上那些个某些个观众表演艺术家的当。怎么还有观众表演艺术家？那天听了一段相声，到死火化的时候，我的骨灰上都印着这段词。哎呦，你就应该早火化。哎嗨。一听一乐，哎呀，我出了剧场门我都没有记住。嗯，废话，你记住了我吃谁去？嗨，可不，我们还得演呢吗？就是一说一乐嘛。啊，当然也有朋友指责，怎么着？郭德纲在台上老说于谦的父亲，哦，于谦的母亲，于谦的媳妇儿，于谦的孩子如何如何。是，你看看人家别的说相声说过吗？嗯，我心说他们一辈子也没我一年演的多呀。嗨。为什么要说于谦的家人呢？嗯，我还真想听听这解释。嗯，您各位都是明白人啊，我一说你们就能理解。哦，相声就是我们俩人，是俩人站台上说故事，一种表现形式是才艺展示。嗯，学个京剧了，学个歌曲了，学个这个，学个那个了。哦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就是两个人讲故事。也就这样。故事的主人公第一就是说我的事儿，嗯，第二是说他的事儿，对，第三是说我们两个之外的事情。嗯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有没有这大褂也说相声，嗯，没有辅助道具，没有什么投影啊灯光音响，无所谓的事儿。哦，所以说最快要把您带到故事当中来。哦，一句话就要让你相信这是真的。这个难了。于谦的父亲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，嗯，你听直观感很强。嗯，我们不能说像外行似的，我们俩说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家住山西，啊，什么这什么哪个哪个小区多少多少号楼，那个王大爷，嗯，那俩成外行了。就是
我们说这个您的脑袋跟着转去吧，山西怎么着，太原如何如何，哪个区，嗯，那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麻烦。哎，就是一句话，他爸爸如何如何，哎，你也痛快，我也痛快，我凭什么痛快？这大伙儿痛快了就得了，我就别找这痛快了。我小的时候说相声，最早是学捧哏，我在这桌子里边站了10年。哦，也是捧哏，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换逗哏的演员。哦，没有一个人饶了我。全说站在这儿，郭德纲他媳妇如何如何，嗯，郭德纲他爸爸如何如何，郭德纲他们家怎么怎么着，嗯，列位，就是谁在里边谁来这活，这就是角色，跟唱戏似的。嗯，这老艺术家唱小生的，哦，他95岁了上台，他演那活也是个孙子。对，他没胡子吗？小孩6岁唱京剧上台唱老生啊，6岁上了台，他演的也是个爷爷。可不吗？挣的这份钱，应的这路活，哎，而且本家都没不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我这还有什么乐意不乐意的？你说这个玩意儿，这不讲理就在这儿了。哦，你看个话剧哈，嗯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你来电视剧，俩人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看个电影，嘟嘟嘟嘟一打枪死10000人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？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嗨。所以说，说他们家其实是为了相声艺术做贡献，啊，哦，你瞧还上纲上成这样了，说了半辈子相声有什么不懂？就是这行，2点做好了就能坚持下去。怎么叫哪两点啊？说相声第一要有好身体，这怎么还跟身体有关呢？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，你把那3个人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。这是啊。哦，这么说的。这，哎呀，他说的天好，35岁他死了啊，41车祸一个，42又气死一个，就剩下你连人话都说不利索，活着95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是吗？你有话语权呢。好家伙，对不对？是，万事万物是一个道理，跟艺术有什么关系？嗯，身体是最重要的。哦，长寿。当然，如果拿这句话当玩笑，我们再换另一个说法啊，文化很重要。哎，您说这素质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，嗯，只有文化最重要。得学知识，这是中国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人。哎，您又捧我了，真的啊，不敢这么说。写字画画都好，我倒喜欢这个。没事画画啊，这个岁数40多了，嗯，还上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培训班去报名，基础学起。我是于谦，我来学画画，可真去？可以啊，于老师。哦，你们这儿有那个素描吗？啊，素描是基础啊。嗯，怎么了这是？什么素描？就是那个大姑娘小媳妇儿不穿衣服，人体素描啊。这当然也有男的。废话，啊，我可以报名吗？你瞧，可以啊。啊，报名交钱留下来了，让去了，去学习班上学。啊，去了3次就不去了。怎么费这么大劲3次就不去了？嫌冷。哦，我脱了让人画去了，可那是冷。我报哪名去了？我别人都不了解他，我最熟悉他啊。我们大小一块长起来的，是发小。3岁习文，4岁学武，5岁胸口碎大石。练过。20岁参加工作。哎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嗯，5岁我就练胸口碎大石了，20岁才工作，中间那10几年呢？养伤。我跟大石，我们谁碎谁呀？我们俩从小家里边宠的都不行了啊。从很小的时候找人算卦，说他五行缺金。哦，缺金，所以他的小名叫王胖子。这有关系吗？这跟金挨着吗？这个有钱家里的啊，命运多金。哦，多金，那是我们一块儿打小，哦，我们班的财主。我班里就是财主。哎，从小一上学就拿一沓钱。嗯，会就数。哎，嗯，吃的什么？吃的签儿，油条。哦，没见过。嗯，我这么有钱连油条都没见过。给你啊，买给我。我这就买了。你看这玩意儿，嗯，掏出一沓钱，人家孩子油条卖给他了。
花好几百吃一剩油条啊，飞扬跋扈啊！我这是飞扬跋扈，有钱我们跟人家没法比啊。我们那个童年，说实在的，我印象特别深。怎么？我小的时候，我母亲的单位组织那个，就带着孩子出去旅游那种单位的福利哦，去了一趟秦皇岛山海关。啊，这海边儿，又就回来一趟，就美的都不行了。我记得我说了好几年这个事儿，那就不容易了。到那儿，当年那样，嗯，回来之后，人家看着我们，去，郭德纲手里拿的什么？哦，害怕他呀？哦，嗯，看看吧，这什么呀？把你手里的小贝壳卖给我。北戴河捡的小贝壳要买，我没见过。不给，不给，不给，嗯，不给就打死你。嚯，啊，又掏钱，给你这200块钱，二百。给我这五个小贝壳，好家伙，抓走了，买五个贝壳，我这哭了都不行了。嗯嗯，当然长大了他才知道，知道什么呀？那是开心果的皮儿。哎呵，我说我们家现在怎么没钱了呢？都让我买了这不中用的东西了。真的，家里真有钱啊！你包括后来，嗯，出那大录音机哦，人家头一个用，我买了啊 ，BB 机是。头一个用，嘿，当年出 VCD 啊，还有印象吧？有有有，光盘装 VCD， 对对对，我们没见过啊。我们那会儿还停留在看香港录像带的那个年头了，是是，香港武打片就觉得那个好神奇，嗯，人家看光盘，哎，有盘了，掏出一张问我，嗯，懂吗？哦，咱哪懂啊？是啊，一光，嗯，上面外国字那写的，底下还有一行中国字，写的什么？18岁以下严禁自己看。呵，我给一什么盘啊？这是咱们也不懂啊。啊，不懂。嗯，人家洋洋得意，说什么？拿家去了，高兴啊。啊，当然，外国字他也不认识。那可不嘛，他认识那个。啊，18岁以下严禁自己看。哦，他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。哎，好嘛，三口人其乐融融。哎，对，看一外国参考片。哎。没让人打死，哎，对，也就是他们打。家里有钱的人就是不一样，是，净花这糟钱。他这个有钱是从祖上就有钱，哦，传辈的。想当初他的曾祖，嚯，那就远了，在清朝做过官，是有过这么一任。呵，我见过一张照片，什么照片？就他曾祖顶戴花翎，黄马褂，哎呦，就那儿坐着。哎呦呵，嘿，列位。嗯，清朝末年是有照相技术，不是什么家都能照。那倒是，好像李鸿章有照片，嗯，左宗棠有，那都大官。慈禧太后有几张？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嗯，他曾祖有一张，印象特别深。那时候就完了，胡子，哦，胡子吗？有胡子？有，有胡子啊，有胡子啊。哎，我怎么记得没胡子？也别想别人，就这一个有胡子的。嗯，站在慈禧旁边那个没有胡子？不是，不是那个。不是，这离慈禧远着呢。嗯，哦，有胡子，有胡子，不是有胡子吗？有胡子啊，也没那么长。你看啊，给西太后擦地的呢。哎，这好，我这墩布绑上。后边中堂嘛，嗯、中堂中还有中堂，一副对联嘛，还有对联。上联是吃亏是福，啊，吃亏是福。下联是福如东海，嗯、这得吃多少亏呀、啊？他。怎么那么多福啊？有这么一位，有印象啊。他曾祖那会儿就做官呢。嗯，哎，负责冷宫的冷气，那就没什么事儿干呢。他这个那是最开始嘛，仕途的开始嘛。哦，仕途开始负责冷宫的冷气。哎，刚开始一进宫就是在冷宫门口卖冰棍儿。哎呵，哎呀，后来又掌握实权了。这还能掌握实权呢？掌握实权，后来负责那个叫什么鹤顶红的品鉴，这不是掌握实权了，这是得罪人了，知道吗？这官运不旺啊！这个上任当天就死了，对对，那就是来活了，那就是好像喝了二两，一口就死，这东西就死了，嗯，死了，家里留下钱来了。啊，还挣钱了！要不他祖父能那么有钱？哦，家里趁，还祖父妻妾成群。你咬这么清楚干嘛？
说错了，你咬这么清楚干嘛？一堆媳妇嘛，那叫妻妾成群，妻不结恨，哎，对，非得鸡才结恨，鸡妻妾成群，没有鸡，真难说啊。妻妾成群，俺家里有的是钱啊啊，祖父这点好，嗯，有钱了不做官，哎呦，想当初我父亲就死在贪杯上了啊，就别，这不是贪杯，这啊，我好好的锻炼身体啊，给老于家传下后代。哦，开始练，从小练武。哦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行。呵，带尖的，带刺的，带轮的，带刃的，带绒绳的，带锁链的，带倒齿钩的，带峨眉刺的，全练，全练过。你瞧瞧，找天下这些武术名家啊，教我投名师访高友。最著名有一位练铁砂掌的大侠。哦，那个教过他也，哦，传授过铁砂掌。嗯嗯，这单巴掌挥动起来500斤的力气，这一个巴掌500斤，俩巴掌1000斤，好家伙，这多大铁砂掌！这位大侠哦，教了，死在了一个清晨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个洗完脸拍爽肤水，哎呀，脑袋都没了，哎，缺心眼儿吧，这个大。这大侠智障啊，这是一身能耐没来得及施展，一身能耐跟自己使什么呀，洗完脸死的，爽肤水都没拍好。嗯嗯，后来又拜了一位大侠，再找别人吧。这大侠，嗯，大侠练地躺拳。哦，这是下三路的功夫，躺在地上，嗯，千军万马你都打不过的。是是，这能耐。这位后来也去世了。他怎么死的呀？也是跟人家武林中人较量嘛。他有能耐呀，能耐大。嗯，正好站在一个斜坡上。哦，哎，在坡那儿，对方跟他打，嗯，就躺下了。这地躺拳吗？顺着坡就轱辘下去了。嗯，就轱辘到河里头去了。嗯，他又不会游泳，嗨，活活淹死。嗯，你看这都是缺心眼的。反正是所有的大侠，你祖父都找过。就找这人呢，到最后是一身的能耐，还真学着了，真学会能耐坏了，怎么不敢动手了？为什么呀？你看真正的武术高手一动手对方就完了。哦，能耐太大，什么刀枪不敢使，那是不能动。嗯，就带个葫芦，这葫芦是平时没事盘着玩。哦，真有了事儿了，拿葫芦也能抵挡一气。这多大能耐呀！他拿个葫芦，你拿个机关枪，他都不怕。至于吗？这个？哎，后来带7个葫芦。干嘛带七个呀？练之前有口诀啊？怎么念？叮当的咚了当，葫芦娃，葫芦娃。没听说过。我说这带七个就不像话。带一个，带一个，一个葫芦。后来一个葫芦碍事儿，切开了。这干嘛？切开带了一半。一半在北方，这个一半葫芦，这叫瓢啊。对，就瓢，背着半拉这个行走天下，这就行了。有个外号叫什么呀？北京第一嫖客。什么名儿啊？这太难听了，这个，这就跟葫芦不挨着了。能耐太大了啊！可惜后来身体不太好。他也身体不好。自打有了这个名号之后啊，身体越来越伤身体。那是那是，嗯，后来得了这个全身不遂。嗯，全身不遂啊！好，俩半身不遂，可都让他得了。反正后来就动不了了啊。那是全身的吗？哎，脑子很好，那就植物人了呗。脑子很聪明啊，这管什么用啊？脑子很聪明，眼神很灵活。哎，是吗？躺在这儿啊，嗯，净转眼珠了。哎，嗯，家里看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赶紧给他冲洗呀！怎么叫冲洗？娶个媳妇儿。哦，拿喜事儿冲一冲。过去老年间讲的这个。是是。娶了你的祖母。哦，这才娶。老太太过门来。嗯。伺候这个。啊，呵，好家伙。嗯。哎，打老太太进门，这是陆陆续续俩人生了7个孩子。嗯。拿眼神就生7个孩子呀？怎么意思？这全身不遂就这样就生7个？要强啊！这和要强有什么关系？俩人个性，个性没有，没有闹不清楚，反正是生了好些个孩子啊。他没得那病的，很厉害，是吗？厉害，这后来是才有了你父亲吗？是他有孩子呀，爸爸这份儿，嗯，纨绔子弟啊，纨绔子，
玩胯子的，玩胯子干嘛？玩什么？纨绔子弟，玩内裤子弟，玩什么内裤？内裤外裤外裤不玩了，爱玩不玩？就叫纨绔子弟，纨绔子弟。对了，那是万贯家财，他是有钱吗？他爸爸也好数钱，这有钱人都好这个。一天从早上一睁眼坐在这儿，刷牙洗脸坐在这儿开始数钱，一天都数啊，数到吃夜宵，吃完睡觉。你瞧这一天不干别的，合着他爸爸没有指纹，怎么没有指纹？都磨下去了。后来出那苹果手机送他爸爸，他爸不要。是啊，可开不了锁。哦，这数钱数的，哎，指纹都磨下去了。太有钱，大少爷，哦、他爸爸当年他爸爸就开着那进口的汽车，哦，老死来死。哎，对，离死就不远了。这个叫什么？老死来死，老死来死。哎，对，哎，喷那个。法国的香水，法国什么牌子呀？嗯，那个，嗯，那确实啊，味儿特别香。哎、这是那个什么名字？没听清。法语啊？啊，嗯，啊，就啊，特，我说这你说清楚了没听？什么牌子？王守义啊，十三香啊。那我老干妈就便宜。喷一身左脸，合着。他爸爸打这一过，所有人都咽口水。哎，对，都想起羊肉串来了这。嗯，别吧唧嘴了。哎，没有喷。他爸爸吃饭那个年头，人就吃西餐。哦，那哟嚯，那时候他爸爸一个人盯中国相声界一万个说相声的。是啊。哎呀，说相声吃饭没样。哦，真的，我不是你们哪位认识说相声的啊？啊，你想象中啊，嗯，你回忆啊，你跟说相声吃饭的时候，他结过账没有？哦，没人结账。哦，跟说相声握手，你完事赶紧数，看短不短。哎，好。甭说戒指，顶这儿也给你拔走。好的，手指头数数。人他爸爸那个没法比。我印象特别深，就我们同行有一哥们儿不错，咱没说是谁啊。我一想他我就乐，我老拿他跟他爸爸比。这比的吗？想当年20年前，国内刚兴有自助餐的时候，哦，我们这说相声这主就去了，哦，顶门就去，35块钱随便吃。那是是。一进门先喝2瓶碳酸饮料。哎啊，不要钱啊，可见汽水了。啊，坐在那儿打嗝，好眼泪哗哗的，哎、呛的。35块钱喝2瓶汽水，啊，回来问我怎么能报仇？嗯，我说你也缺心眼儿，我说明儿还去吃去呗。啊，摘好的，捡贵的。什么叫好的？我说你吃海鲜呗。嗯，转天又去了，这回行了。行吗？吃了30斤海带。哎，这嗨，这也捡便宜的吃。那个跟人家于谦的父亲的怎么比呀、啊？我爸爸怎么了？老头那西餐的刀具都纯银的。哦，都银制的，俺们那大叉子纯银打造。嘿，吃西餐去啊！你先等会儿。不，行了，别配乐了。我爸爸是取经去了，这个不是吃西餐去了，这纯银的啊，坐在这啊。哦，嘿，嗯，好、哎、家、哎、改木匠了是怎么？就是咱不会比划，那叉子是锯呀。哎、嗯，坐在那儿，服务员。先生有新鲜的牛舌吃点吗？哦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太恶心了！怎么恶心了？牛嘴里出来的东西，我这个身份人怎么能吃呢？哦，嘴里出来的不行。有鸡蛋吗？嗯，吃屁股里出来的是吗？这是怎么捡的？吃是的。有身份。哎，吃完了牛排，来一杯人屎咖啡。人屎咖啡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啊、怎么了？就咱懂再说，不懂别说啊。叫什么？猫屎咖啡，那叫产量低，人产量高是吗？产量高也没有这么产的，这就叫什么？猫屎咖啡。猫屎咖啡，那是最好的。有身份，有钱。当然，后来家里边也落魄过，也没钱了。你坐吃山空啊，什么时候是一站呢？嗯、确实是老于家后来有段时间挺苦。就落魄了。他父亲那时间想法，我自己挣钱，哦也行。呵，最早他父亲去智障，就是缺心眼儿是吗？制作手杖，你说全了好不好啊？这个制作手杖，制作手杖，这叫智障。他爸爸智障1年多，行，好了就不错。嗯、哎，还问你爷爷了，看我智障行不行？啊，爷爷，哎快讲，嗨、哎、这。爷儿俩都智障了，这就。后来1年多，你爸爸改行了，嗯，改犯贱。这犯贱又是贩卖宝剑，嘿，比智障强点儿。再后来不行了啊，给出去干力气活。
哦，卖苦力去了，擦玻璃，这叫蜘蛛人。大楼外边挂好了绳子，给人擦玻璃，这也挺难。哎，最早是写字楼，哦，后来居民楼、住宅楼他也擦，全擦。他父亲说了，嗯，住宅楼擦着心情比较好一些。什么叫心情比较好一些？写字楼里边穿西装打领带，嗯，没什么可看的。那住宅楼里头呢？住宅楼大姑娘小媳妇什么样都有啊。是啊，爸爸拿绳子拴好，从上面下来。嗯，你先等会儿，你等。我爸爸要现行啊，这是。就是、干嘛呀？挂在那儿。挂这个没有挂一王八的。擦着擦着，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屋有一姑娘，看见姑娘刚洗完澡，还没来及穿衣服了。呵，你爸爸。哎嗨，别使相了。女孩一回头，嗯，四目相对，哦，这就看脑子快慢了。这怎么？你要等人家喊流氓，要了命了，那就坏了。女孩刚一回头，你爸爸先喊，他说什么呀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擦玻璃的吧？嗨，好家伙，恶人先告状，这个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出来这样的人才，反正就是反应快。嗯，爸爸管他管得严，是小的时候可怕他爸爸了，可不吗？我印象特别深啊，他父亲拿自行车驮着他，哦，那是骑车带着我上学去，嗯，他淘气呀，哦，这脚卡在车里边了，卡在车条上了，车停了，哎呦，要是一般那些庸庸碌碌的家长就非得下来了啊，怎么了孩子？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这叫庸庸碌碌的，人家他父亲没有，我爸呢？骑着车，嗯，哼。就是发现了呀，知道脚卡住了，怎么办？站起来蹬，哎呵，哎，哎呀，我活得这么大不容易呀、啊，我这脚别里还站起来蹬，那脚就下来了那个。管孩子严格呀、啊，这是严格的事儿吗？真的，要不他那会儿成绩好啊？什么？这可怎么成绩好？你我上学的时候要说考60分啊，我妈就带着我上庙里烧香还愿去。啊，这及格了吗？人家他考99分啊，不敢回家。我也是残疾人，要强可能是，脚都就写蹬下来了。教室里面拿着这个考卷，99分不敢回家，那也得回呀、啊，最后也得回呀、啊。嗯，拿着这个到家门口，哦，他爸爸正遛狗呢。哦，就在外边呢。嗯，考多少分？干嘛呀？99是。这什么意思？抡这狗就砸脸上了。好家伙，拿狗打我呀！连人带狗都懵了。哎，那是狗招谁惹谁了？这个，我门口管他爸爸叫中华田园人，那没听说过，比狗还愣着呢。没有，很好啊。嗯，很好。到今天我们才说啊，就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，他一定出类拔萃。就出人才。哎，你老看，哎，郭德纲跟这个打架了，跟那个打架了，人谦儿哥没有。啊，咱们不和人打架。当然，他也有腻歪的人，是吧？他也有讨厌的人，但他都有看不上。从来没有说跟谁吵，没有不打架。他把这些仇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。嘛呀？亲手送你们上西天。嗨嗨，太阴险了，我这个。我了解他呀，啊，打小一。一块儿上学嘛，嗯，一块儿他坐那边，我坐这边，就是他挨着那边窗户，我在教室，我挨着这边窗户嘛。哦，我们俩好朋友，咱俩当时那会儿好家伙，当然是人有时候花点钱买点我那些个珍贵的宝贝啊，什么什么呀，小贝壳啊什么的。哎，别提这个了。但是他跟我私交是真好啊。那是啊。啊，嗯，那天放学了，啪把刀拔出来了。哟，怎么了？你必须跟我一块儿学密电码。我学密电，我傻了，学那玩意儿干嘛？必须学，不学就弄死你。哟，学吧，好吗？跟那一块儿学，我们俩竟然上小学的时候啊，把这个密电码是掌握了。哦，这都学了，考试时就用上了。考试的时候怎么用上了？他坐那边，我坐这边啊，拿笔在桌子上啊，一会儿他就问我，这什么意思？嗯，这题会吗？哦，你呢？赶紧。你回答，不会。不，嗨，白学了吗？这不是，光学密电码管什么用？你学点知识。
我现在想都很开心。哎，对，啊，那点功夫都下在密电码上了，嗯，挺好，挺好。嗯，一晃都这个岁数了，嗯，俩人在一块儿小半辈子了，哦，很开心。是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哥哥在跟前待着，踏实。哎，这都挺好。有钱，但是不欺负人。啊，这好人还是？钱是真有。嗯，啊，举个例子来说，嗯，电话一出什么新的，买完了挨个送我们。哦，那有钱，这真是拿你当亲哥们一样，关系在那儿。当然，他比我们用的都好的，也都早，啊，就是那个开指纹那手机那个啊，人家用的也都早。对，我倒不好数钱，但是他这点好，孝顺。哦，他从来不用指纹开，我呢？他说我父亲都没用指纹，我不能拿手。我这传什么劲呢？我他用脚。多费劲呢，他那手机是拿脚指纹开。拿脚啊，有时冬天在外边接个电话可费劲了，还得脱鞋。你这一出去啊，手机微信响，叮咚，来电话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脚指纹我连衣服一块儿脱呀，那里边穿的连裤子全身，我凭什么？这是拉锁啊，太缺德了，整个都脱了，内裤也脱呀，好，光着屁股接一电话，你，哎呀呵，五分钟啊，啊，马路上脱一光屁股，嗯，就得接这个，嗯，打开微信，还是微信，他媳妇问他，哦，回家吃饭吗？就这么点事儿，不去，哦，完了，还得现穿，叮咚。好家伙，有这功夫都回去一趟了，你哎呀，嗯，媳妇儿，那你哪儿吃啊？外边吃。哎，再不行不行，我这太闹得慌了，叮咚，把家里没有这么贫的，你这有钱，太闹得慌，有钱能这么着？两大特点，第一是有钱，第二呢？第二就是有文化。哦，这有知识。我跟他不一样啊。怎么？我也有一点文化，但是传统文化居多。哦，喜欢传统的，看书看的传统文化多也好啊。他是什么书都看。是是是，我那回在家翻书找，嗯，霍金写了一本书叫时间简史。是是，找不着了哟，我就问问他呗。嗯，谦儿，你有时间简史吗？我怎么回答的你啊？翻脸了，我急了，我有时间也没不坚持。哎，对，我这叫有什么文化呀？我这我家里都是那个古典文学啊，现在满肚子都是古典文学。还叫什么叫满肚子？你看什么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？你看啊，怎么着？还《三字经》？哟，《百家姓》还能摸出来？《大学》哟，《中庸》嗯，《五经》嘿，《四书》哦。你好好摸摸你四叔。哎哎，来啊，摸摸你二大爷，嗯，像话吗？你改摸四叔了，您这人讨厌就在这儿。不是，好好聊天儿。他当然他是有比咱强的地儿，咱也承认。谁都有好的地儿。我其实我这人比较保守。什么？哎，你尤其沾什么电脑啊，就这类东西我不行。电脑？人家这份儿。我喜欢啊，说相声第一个用电脑就谦儿哥。对对对对，坐在那打电脑，啊，我这不是打电脑呢，我这刻毛豆呢，我这打电脑有这么高的吗？打电脑啊，这砸电脑就这么着打。哎，嗯，凡是出最新的电脑，嗯，头一个就是他用，更新换代。告诉我，来上家看看来。哦，新买的万能电脑。哟，郭德纲。万能，郭德纲来参观参观吧。呵，我去吧。嗯。到那儿看，看半天啊！是，我你这万能电脑什么玩意儿？啊，亮了灯，里边一个盘子来回转。哟，过来，那是微波炉。嗯，嗨，您这也太缺乏这路知识了。过来了，嗯，人家坐着电脑那儿，好家伙，一人高大电脑，万能的吗？万能电脑，嗯，上面立着四个霓虹灯，万能电脑。呵，嘿，谦儿坐在这儿，嗯，我说这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问题他都会回答。哦，全行。你看着，嗯，打开电脑自个儿啊，嗯，38496，嗯，
乘以91420块，嗯，9.9毛，哦，等于多少？快说。是，一秒钟电脑就回答。什么答案？不知道。哎，回答了就算了。你看这玩意儿，万能电脑。哦，谦儿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什么还显摆呢？我也不敢搭茬啊，只能站在这儿。哦，我家别这。别老转着眼珠了，咱都傻了呀！啊，这是傻了吗？这个谦儿说：“我再给你问个问题。”嗯，电脑，电脑。嗯，我于谦。嗯，现在问你个问题。是，我爸爸在哪儿呢？啊啊！我吓我一跳，我怕他提到我，你知道吗？别提不到你，提不到你。因为在相声节目里，我们总是以这个形式出现的啊。没有，电脑啪啪啪啪出字儿。嗯，你爸爸在河边钓鱼，这都知道。谦儿傻了。嗯，不对呀、啊。我爸跟我妈上美国玩去了，我说错了。我说你可能输入法有问题。哦，你从换个方式问。哎，对，电脑，电脑。嗯，我母亲的丈夫在哪里？这回行了，电脑出字了。嗯，你母亲的丈夫在美国旅游。哦，但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。对，去了。